这里先请各位看一个战例，假如说八路军的一个营大概500多人误打误撞闯进了日战区腹地，日军为了消灭这股突如其来的八路，派出20000多人的部队进行剿灭。在经过2天的激战后，日军以伤亡2000余人的代价让八路军伤亡400多人，但剩余部队成功突围。大家觉得这场战役是胜利的吗？不用说，这绝对可以一战封神。要知道平型关大捷打的伏击战才勉强把中日战损比拉到了1:1，这次的战损比可是1:5，这个战绩估计哪怕是蒋委员长都要亲自接见一下。但如果把双方的角色对调一下，是日军500多人的大队深入八路军腹地，你还会觉得这是八路军的胜利吗？而历史上确实有这么一场战役，这支日军叫冈崎支队，这场战役叫关家脑战役。大家好，我是真实君。看过《亮剑》的朋友对于山崎大队这场战役一定不陌生。影片中是以3860旅为主攻，团级单位轮番攻击，先是772团，再由李云龙的独立团全歼山崎大队。结尾虽然令人舒服，但影视剧毕竟是影视剧，多少要迎合观众需求，去放一些爽点在里面。你要说这场战役胜利了吗？确实是胜利了，但你要看看双方的伤亡对比及处境，只能说是赢得惨烈。1940年10月30日，当时正处于百团大战的尾声，日军36师团冈崎大队在抗日根据地里乱窜，烧杀抢掠，让彭总怒火中烧，便决心在关家脑这个位置消灭这小股日军。当时八路军的战斗部署是怎样的呢？进攻方八路军第129师的386旅、第10旅归刘伯承、邓小平指挥，第129师、386旅派出1部和决死一纵队第5团、第38团归陈赓指挥。当时是安排了4个团分别从关家脑的4个方向进攻，彭老总亲自指挥，3个旅、2个团，总兵力达20000多人。防守方日军冈崎大队总人数大概510人左右，指挥员冈崎千长固守关家脑阵地，居高临下进行防守待援。这里先说结果，在40:1这样的兵力差之下，换而言之，就是在20000多人轮番攻击下，冈崎大队伤亡400多人，最后仅剩几10人还是坚持到了援军赶来。八路军这边则是伤亡2000多人。有人可能不敢相信，感觉这和电视剧上的宣传不一样啊，但很遗憾，这个就是真实的历史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？首先是武器装备方面，仅仅日军一个步兵大队就配有轻机枪45挺、重机枪10挺、掷弹筒9支、手榴弹300枚，还有迫击炮、山炮等炮弹300发。关家脑战役打到一半，冈崎竟然还呼叫了数架日军的轰炸机对我军进行轰炸。而我们这边虽说参战有8个主力团，但在火力对比上也没比冈崎大队强多少，无奈也只能采用人海战术。亮剑中李云龙口中经常拿来讨价还价的捷克式机枪，在日军手里是完全不缺的。我们总说小米加步枪打赢了飞机加大炮，这固然值得自豪，但我们其实也要清楚，小米加步枪是无奈之举，如果能用炮火覆盖，谁会又选择人海战术呢？再说单兵素质，日本人在918之前就实行了多年的义务教育、军国主义思想教育，一个日本士兵从小就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系统军事训练，他们每个人都会配备战训手册、单兵独立绘制地图，而中国士兵基本上都是文盲，大部分士兵别说训练绘制地图，就是学几个字都可以叫做有文化了。有人可能会说，咱们素质虽然跟不上鬼子，但是八路军打仗不怕死，我们拼刺刀厉害，还有功夫。我只能说这种剧情你也就只能在电视剧上看得到了。中国士兵之所以单兵素质不行，跟口粮给养问题是有关的。之前看过这样一个例子，聂帅在视察晋冀察的时候就曾明确要求部队不准采树叶吃，为什么呢？用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，这也许是在保护生态，但那时候八路军有这样的军令，却是因为当地老百姓也只能吃树叶，如果部队把树叶都吃了，那百姓就没得吃了。
也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之下，人民依然全力的支持。过去有一句这样的谚语，最后一碗米送去当军粮，最后一个瓦送去打冬粮。其实这场关家老战役在很多电影电视剧都是有体现的，但说实话，没有一部是真正把其中的残酷给体现出来。换句话解释，都是从政治立场出发进行改编过的。为什么说《亮剑》是一部良心电视剧？因为至少在《亮剑》中，山崎大队长是被手榴弹炸死的，这和历史上半差不差。但没有讲的是，在炸死主要几个指挥官以后，日军剩余官兵在没有统一指挥下，依然能够坚守自己的岗位六个多小时，顶住几千人轮番攻击，直到援军赶来。我看过很多史料上总结这段战役结尾的，基本上说的都是冈崎大队基本被消灭殆尽，指挥官击毙，剩余残敌在援兵接应下携遗失280具仓皇逃走。而真实情况却是八个主力团两天轮番攻击，在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后，虽然将日军基本上给打没了，但我们还是不仅阵地没攻破，最后还被其逃走了。讲到这，可能会有朋友觉得我是在讽刺。说实话，查询这段史料的时候，我是很气愤的，同时也很无奈。因为在真实的抗战历史逐渐模糊的今天，想清晰地认识到抗战的艰难，理解先烈们的伟大有多难。本期视频《真史君》也是想让大家清楚，抗日战争并不等于电影电视剧，不是施展点中国功夫杀鬼子于无形，也不是搂着心爱的姑娘一边秀恩爱一边打鬼子。抗日战争一点都不浪漫，一点都不有趣。很多时候我们中国军队付出巨大的牺牲，换来的却只能是关家老战斗这样令人叹息的战果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是真史君，只讲真实的历史。如果你看完有所得，不妨点赞关注交个朋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